我没有办法理解，到今天还有在野党团在台上说协商当天是民进党团突袭，你的自信哪里啊？从22国掉到12国，接近腰斩啊！你民进党伟大，一进来两个地方都被踢出去，我们台湾人民所有的努力，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被你民进党败光了。民进党今天的提案根本自曝其短，打脸了蔡英文，打脸了赖清德啊！如果你做不到，也不要打嘴炮，你做得到再来嘴2758决议。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遭到错误的解读，在中国长期的打压之下，台湾与国际社会形同断裂。半世纪后的2024，台湾经过数十年来的努力，国人齐心打拼，台湾展现强大的经贸实力，我们更成为世界华人世界的民主典范。台湾已经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关键字。2024的此时此刻，台湾迎来重新链接世界的新契机，机会来了就要把握。民主同盟国家相继为台湾发声，挺台抗中也已经成为世界的新显学，为2758号决议文来平反、拨乱反正、正确解读，是这波国际行动的焦点。从2023年去年的7月，美国的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而后，今年的7月30号 ，IPAC 论坛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台湾召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而台湾也成功入会。联大2758号决议不涉台的共同诉求，在 IPAC 论坛之后，开启了国际挺台抗中的集体行动。很感谢，很感动，澳洲、荷兰都相继在国会跨党派的发出决议的声明。而最新消息的今天，意大利的众院外委会也加入了这个挺台的行列。昨天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 Campbell， 他具体的向国际社会来说明，中国利用联大2758号决议损及台湾地位，这是美国官方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对此来发言。所以我要说，当外国朋友为台湾发声的时候，台湾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机会来了，当然要把握。所以民主进步党负责任地提出，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立院的朝野党团共同声明来向世界诉求。我们除了表达对民主同盟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之外，我们也要坚定地重申我们的几大立场，如同刚刚议事人员所宣读的共同宣言的内容，字字句句都是我们爱台湾、挺台湾的具体行动，大家可以参阅。这周三，民进党团利用朝野协商的时间来提出这份共同声明，非常遗憾，当天被没收了说话的权利。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立法院已经有15次的经验，朝野各党透过协商共同讨论来提出立法院正式跨党派的决议文，就包括我们共同在去年提出了严正抗议中国军演的决议文，我们也曾经在2022年共同提出反对俄罗斯片面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我们也在2020年我们共同针对香港版的国安法，台湾的朝野同心透过联合声明来诉求，来对国际发声。台湾很有经验，而这样的经验都是透过朝野协商提出，各党愿意正视这个议案，字字句句、方向内涵都可以探讨。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到今天还有在野党团在台上说
协商当天是民进党团突袭，过去15次立院共同联合声明都是同样的程序，何来突袭之有？但是民进党团非常的雀跃，也欢迎我们看到各党陆续的提出2758号决议文拨乱反正的相关声明，我们愿意朝野一起来磋商，为台湾发声。Leave no one behind, no one is outsider. 台湾的立院当然要有行动，朝野一起来，我们一起努力。谢谢。马英九勇敢突破联合国2758决议的限制，赖清德，你做得到吗？刚听到吴思瑶委员说啊，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台湾变成关键字，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我有小小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民进党，你的自信哪里来？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在民进党执政之下，从22国掉到12国，接近腰斩啊，关键字啊，亚细亚不是孤儿啊。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重返世界卫生大会，重返国际民航组织。你民进党伟大，一进来两个地方都被踢出去。你跟我讲，台湾是关键字，不再是亚细亚孤儿。我们台湾人民所有的努力，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被你民进党败光了。今天民进党说要在立法院提案，朝野共同要打破联合国2758决议，来不让这个2758决议封杀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我赞成啊，我当然赞成啊。中华民国从来就反对2758决议，但我欣赏民进党的勇气啊。民进党今天的提案根本自曝其短，打脸了蔡英文，打脸了赖清德啊。事实上，从联合国1971年通过2758决议以来，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总统打破了2758决议的限制框架，然后让我们中华民国有机会参与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组织，这个人就是马英九。联合国2758决议是在1971年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华民国基于当时的代表基于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投票前毅然退场。这个决议虽然没有直接处理台湾2300万人民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议题，但它对于我国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机会，仍然造成全面封杀的直接效果。这是为什么我们反对联合国2758的决议。但即便面对如此艰难的国际环境，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没有怨天尤人呢、啊？老共的打压一直都在啊，可是呢，我们执政的时候，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之下，成功突破联合国2758的框架。2009年以观察员身份，连续8年出席暌违38年的世界卫生大会。2013年并应国际民航组织主席邀请，以贵宾特邀贵宾名义，出席暌违42年的年会。马英九可以用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成果来去突破2758的决议。国民党可以为中华民国缔造半世纪以来最耀眼的外交成绩，重返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机构。民进党政府，你本来应该延续这一个资产，好好为我们国际空间奋斗。结果呢？民进党不但没有办法突破2758的框架，事实上在2017年、2016年分别被逐出了世界卫生大会跟国际民航组织。这就是吴思瑶说的关键字啊。所以民进党要反对2758决议很好啊，我建议民进党放两个点进去啊，不要让赖清德输给马英九。第一个，请赖清德跟行政院保证跟马总统一样，能够重返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组织，
在你2028任满之前，保证可以重返世界卫生大会，保证可以重返国际民航组织，不要输给马英九，拜托，把你的声明放进这一点，罗志强都愿意签了，我告诉你。第二个，如果你做不到，也不要打嘴炮。民进党外宣说国际关系多么好，请你敦请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废除2758决议，让中华民国重返国际社会。赖清德要不要保证啊？2028年任满前要不要保证啊？你做得到，再来嘴2758决议，谢谢。